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33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第七集的玩具 Optimus Prime 金刚王，它的等级呢是标准的 Voyager Class。 我们之前全世界偷跑的那一款 Voyager Class， 那个是 OP， 它是核心级的巡和核心 V 级，这一次就是标准的 V 级，但它的价位呢确实跟核心 V 级是一样的。那到底它是，如果以价格来分它要低一档，但是以盒子上面写的它又是标准的 V 级，那究竟它想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了。那这款作为一个电影系的玩具呢，其实我的失望程度还是比较多。首先我可以看到它的身上的引以为傲的官方引以为傲的面雕，这一款不能说难看，但是就是细节很糊啊。那这种糊的这种状况呢最严重就出现在后面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它后面这个到底是应该是骨骼呢还是怎么，但是呢你要么是机械要么是哺乳生物嘛，那你这个看上去像是那种甲壳类，像是什么犀牛的壳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这个用到犀牛的零件嘛，那后面这个皮感觉就是很奇怪，它到底是毛发还是恐龙皮、犀牛皮、鳄鱼皮，我也是看得不太清楚，这感觉像是恐龙王的这个蜥蜴皮，对不对？难道这是他们的混血种吗？那总而言之的话呢，加上它整个配色啊都是一个灰白色啊，这个要是放在电影前三集的话呢，这个家伙一定是狂派的，他的人生都是黑白的。那说明书呢是告诉我们武器要放成这样啊，但是这么高调的放法我也不知道会带来什么结果。俩武器的部分呢，两者呢是不能互相结合的，是啊，两个凸互相结合是非常不合理的啊，所以我们需要透过一个连接他们两个凸的手掌。那么拳头是可以转的啊，然后它的可动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。头部的话呢算是球冠啊，就是左右看了没有问题，手臂360度的转动，二头肌可以转动，然后这个肩甲的这个部分啊是可以动一下的，手肘一歪的话呢会一个破开的一个感觉。这里的话呢可能是全身少数的机械刻画部位了，拳头可以转已经跟各位展示过了啊，腰身要转的话屁眼要打开，这个地方可以转动，脚前后踢膝盖的话都可动的，脚趾可以动一下，然后内外有一点点接地本身站立性的话呢还算是可以，但是没有说到很好，因为它的脚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一些些了啊。那玩具的大小尺寸，作为一款标准的 V 级，这一次应该是标准 V 级吧，没有错吧啊？我们拿出一款这个标准的 Deluxe 等级，好，就个头还可以啊，但是感觉稍微的空，塑胶也比较偏软啊，感觉。就是个人对它的评价的话呢已经可以说并不是很高了啊。来进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，首先的话呢这个屁帘打开，然后呢把整个下半身前后做一个翻转，翻转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这样子踢到这里，双动关节直接踢上去，然后就可以直接的卡在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脚这里打开，然后呢鞋尖不对，应该说鞋脚后跟放进去，这里是一样的，打开放进去，脚后跟放进去啊，那这个后半身就这样子变完了，它中间都没有结合卡扣，就是这样子放着而已。然后胸口这个地方给打开，然后这个胸口再打开，两侧翻开，把整个头两个头这里整个拔出来，然后做一个翻转，再把它给塞进去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顺序就要掉了，这一片这个时候要先进去，这里有一个滑槽，先推进去盖起来，这两侧的话呢再盖上。啊，这样一来的话呢就露出了一个胸肌造型的一个部分。那它的一个脚的话呢完全是卡死的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如果要让它站起来或怎么样，这个脚的形状一定会造成一个奇怪的破一个 不正常的一个摆法，所以你这个头就只能摆成这样。 OK， 它的一个猩猩啊应该是一个银背大猩猩的一个样子就已经出来了。脚后跟反正就是脚后等于是没有什么可动啊，就各位知道就行了。那武器的话呢按照说明书的方法呢这个时候就是要背，这样背在后面。好，那各位就看了一下，你看这个眼睛也是很奇怪，它这个蓝色就是一个漆都这样给它涂上去。我知道你的意思啊，我懂你好不好，你是想要做出这种感觉啊，但实际上是这样啊，买家秀跟卖家秀的一个样子。那它的一个猩猩状态下的可动也就不用多提了，跟人形基本都是一样，甚至连腿的可动都已经失去了。那作为一款电影系的玩具来讲呢，V 级来说这一款确实是
让我感觉是比较失望的啦，比较失望的，就各方面，尤其是这个细节的表现啊，背后这一代啊，整个是非常糊的一个非常血肉模糊的一个感觉，那也没有很要做捶胸的动作，是比较不自然的，主要这个腿的设计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讲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